方药篇，备急千金药方，唐·孙思邈传。建党，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张恒宏所长。引诵本备急千金药方序。盖闻医经经方，性命所系，故己未治具至极，则于医经经方之书拔其精且善者，嵌板以备之于内，遗诸后世，其为生人广则更何如哉？我列祖好生之德，根之天性，既图至于圣经，而由生全全乎及一一直，是以庆元渐渐以孩，乃便搜罗医籍，充诸书府而来。是作求代享保中，屡刊不方书以遗后世，天下慕其生人广则，盖不为如高语。宽正初载，乃一心医学，彼年以来，百度必彰，凡其所以教养劝勉之具靡不至焉。但刊印医书费，皆出医官私资，无有官客也，臣等滥于医疗，大惧经方至极。而不能则其书之精且善者广布诸天下后世，无以称我大夫。列代好生志意也，常切考之。晋唐以降，医籍浩繁，其存而传于今者亦复何限？求其可以服役长沙，神驰百世者，盖莫若孙思邈千金方者焉。世书黄国相传唐代真本，习仅存第一卷，其余实无文焉，若今世所传。系名人传客盗藏本，律意禅改，遗物宏多，强分卷制，即失本真。是亦往往传原版文字，颇正，稍如可观，而人不免时有遗物，则君未未经善也。读米则大手上山氏所藏宋茜一部，较诸原版，笔画端楷，更为清朗，减其缺讳。其为北宋刊本不移，兼有甘醇兼不克，亦为寥寥数纸，则人是为灵异等校正之久，离然可复案也。盖世本原名以后，久既属绝响，是以康熙中张禄传千金方演绎，称赵宋刻本，效其文字却同明代房客乾隆四库全书目亦特载到藏本，则知其记忆也。是本每卷有金则文库印记，实系北条显十九藏原本，距今五百余年，而此一部岿然独存，真为天壤间绝无仅有之秘籍矣。臣等窃以为孙氏书之传于今者，未有若是本经且善者，而及今不传，恐曰后岁归会昧湮灭，不可复问。您不大旷绝职，上父大夫。列代好生志异乎？将同人共商各宣私资以父子也，曾闻之。朝而不图。朝只为发躺经笔刊之医学，臣等逢此盛举，有属旷典，即欠好手引写。选子弟才俊者筹对点刊，迷日获绰，于是仅半岁积绝告竣，其第四卷只存二页。今后原版补完，其旨意参错，一上有别风怀与宜从他本教制者，详加真录。别为考意以复其后，数乎得失兼明，来者有所考信焉，盖病情万变。唯赖文字以见之，则一字或失，一物不系，此路之所以不得己也。故念臣等向校刊原版千金一方，置之医学，常叹未析构，此刻之臣也。孙氏之书双璧相合，再显我日欲，不其委于一之物之显晦，虽有数存焉，故未必不应。昌其以焕发幽光，非偶然也，臣等不堪悦喜，敢望奴顿免节捐哀。窃信医学之日以益盛，人才之日以益长，人人寻真人之精良，就长沙之奥图。则凡在医官莫不青睐，而在海内为医者，得由以各名其术，尊其道焉，则
大夫。列代之深人广泽，天下莫不瞻如。当代少数之功，依备于宇内者，犹将永世而无穷矣。嘉永二纪二月十五日。是依上要医学教育法应成多纪元兼西城市医学教育兼。戊法衍成多纪元新内职医官医学教育法衍。陈小岛上职等景序。新校备及千金药方序，习神农遍尝百药，以便五苦六辛之味，逮一饮而汤一之即备。皇帝欲创九针以治三阴三阳之疾，得其博而编艾之法经，虽大圣人有益于缜明之末，必待贤明博通之臣，或谓之先，或谓之后，然后圣人之所谓德行于永久也，一家之物。今世二圣二贤而能事必矣，后之留意于方术者，苟知药而不知酒，未足以尽治疗之体；知酒而不知真，未足以及表里之变。如能监视圣贤之运者，其名医之良乎？有唐真人孙思邈者，乃其人也。以上智之才，报康时之志。当太宗治平之际，思所以左乃后必明之事，以为上医之道。真圣人之政而王官之一守也，而乃祖述农皇之旨，发明其治之学，今多扁鹊之难，方采苍公之境，仲景黄素、元化律治，葛仙翁之必效，胡居士之经验，张苗之药对，舒和之脉法，黄甫密之三步，陶隐居之百医，自于郭王范汪森坦软饼。上集文字之初，下气有随之事，或经或方，无不采植，及诸家之所秘药。去众说之所谓治，成书一部，三十卷，目录一通，脏腑之论，真爱之法，雍正之变，时治之宜，使妇人而次阴如，先脚气而后中风伤寒贪居消渴水肿。七窍之科，五十之毒，备极之方，养性之术，篇二百三十二门，何方论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验。四种煎包，后得过于千金，以法传于百代，使二圣二贤之美不坠于的，而世之人得以接近而致远。上世于三皇之傲者，孙真人善术之功也。然以俗上显怪，我道纯正。不数剖腹一心之意，事物尽审，我书好博，不可道听图说而知，是以学寡其人，尽以分迷，闲不济事，简编断缺，不知者以一端见处，好知者以阙一辍功，功为我朝，以好生为德，以广爱为人，乃赵如臣正是坠学，臣等数谢多通，直专点校于是请内府之秘书，探道藏之别录。公司重本搜访几遍，得以正其讹谬，补其疑义，闻之重复者消之，视之不伦者讥之。编次类聚，其乐工制，纲领虽有所立，文艺犹或遗祖，是用端本以正末。如素问九虚灵书甲以太素朝元诸家本草，前古脉书，金匮玉函，肘后备集。谢氏秦山繁方，刘娟子诡疑论之类，事关所出，无不言和，尚有所却。而又素留以讨源，如五剑经、千金易、崔氏纂要、延年秘录、镇元广历、外台秘要、兵部首级、孟德传信之类，凡所孤别，无不考虑，互相执政，反复积参，然后遗文遗义，焕然熄明。书虽是旧，用之为新，可以寄寒灵璧，乃圣好生之志，可以传不朽，复上主广爱之心，非图为太平之文治，实可佐皇极之习服，效仇继成为善写衣食。
功以上进数倍。亲览太子。又赞善大夫陈高宝恒、尚书都官员外郎陈孙琦、尚书司封郎中充密阁校李成林一等景上。新校备及千金药方立。千金方就有例数十条，散在诸篇，凡用一法皆一遍知之，虽素熟其书者。临事上虑有所遗失，况仓足够急，按证未至，不能无未达之祸，即新加撰次，不可无法。今撮即就凡并新校之意为例一篇，赐于今序之末，术后之师用者，无疑至焉。凡合计之法，有经两身和尺寸之术，和汤药者不可不知。按无有复称单瓶，虽有大身小身，此志虽复分云，正为求之太深，不知其要耳。陶隐居撰本草序录，宜用类属之法，神农就称未定，孙思邈从而用之。孙氏生于隋末，终于唐永淳中，盖见隋至唐令之法矣，则今知此书。当用三两为一两，三生为一生之志，是之望者乃为古今之人，大小有异，所以古人服药剂多，无稽之言，莫此为甚。今之用药，定以三两为斤，一两三升为斤一升，方中虽皆附有用尺寸处，就立即有准折斤两法，斤则不负重数也。凡古方至极，全用汤法，百食之中未有一用散者，今是医功，汤散未变。宜其多说一端，臣宜传谬，按汤法举，为各切如麻豆，散法治筛。未治则倒筛，促病贼邪，虚汤以荡敌，常病固疾，虚散以见字。此古人用汤一主散之意也。后世医功为物力审，一切未散，遂忘汤法，传用剂久，不知其非。一旦用汤，妄生一亚，殊不知前世用汤，药剂虽大而日饮不过三数服，而且方用专一，今人治病，剂科虽薄而数药尽尽，每药数服，以古较今，岂不经反多乎？又习人常将药者，多作主散法，盖取其积日之功，故每用一方寸比为一服，多不过三方寸比，然而须以薄里主实为震动，是古人之意。岂须欲多服药哉？又服丸之法，大律如五子者二十丸，多不过三十四十丸，即服散者，少则刀归前五笔，多则方寸而几，岂服汤特多？主散丸散则少乎？是知是人既不知斤两升合之制，又不知汤一主散之法，今从就立律定，以药二十谷两水一小豆煮，取斤一升五合，去子印，分三副。自于利汤欲少水而多取数，补汤欲多少而少取数，各依方下别法。凡古今方用药，所有熬炼节度，皆矫铸之，今方则不然。撮合诸家之法而为合合一篇，更不于方下各铸，各铸则徒烦而不备。即出则详审而不凡，凡合合者于第一卷简之，常用乌头，只言泡裂，此物大毒，难寻救治，当医治力竭防己汤云。凡用乌头，皆去皮熬令黑，乃堪用，不然致毒人，特宜慎之。又贵本为火，所不可尽，若妇人妊娠，又虑动胎，当医二祖偏茯苓丸方云，妊娠既贵，故熬而用之。又方中用大黄者，当医治痈疽地黄丸方云，薄切五升米下蒸熟，抱前用之。凡诸方用药，多出神农本经，但古今不同，详略或异，失于达者，不假履成，与众共之，是须全照。古文从简，则诸于浑于山吴，门东隐于天脉，交部判于秦蜀。今往分于母蔓，今则简从本草，各以一二而详之，又尽是用药，相成其谬。
若不辨证，为损资多，求珍珠者，罕知诸砂之为末，多以水银珠充用，则通草者。先知木通之别号，皆以通脱木为名，以度衡而当细心，用黄芪而得木素，白吉藜。吉藜之为以刺者为良，清木香，木香之家，以土者为恶，贵心盖取其之中之肉。枸杞和尚乎金色之毛，山之子之子本为一物，喝离乐，喝子原无二条，病狼。大夫古习用之无别，只食。止咳后是屈身一端，乍蝉以身而命名，用雅者则显知其谋，胡马以国而为号。以乌者正得其真，天南星，虎掌名义而食同，阴成蒿，阴成名同而食矣。斯是药家之消息，为医者可不留心，又如白竹一物，古书为指言竹。近代医家咸以竹为苍竹，今则加以白字，数乎灵用无惑矣。凡诸方中用药，兼附有不出本草旧经者，贤明医垂迹或类似传粮，或传闻有验，或自用得利，故孙氏不得而弃之，传之方来，岂小不哉？凡古明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灾疾，虽曰见处贵人，至于爱命，人处亦也。损彼一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今知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物为药也，其虫水蛭备是有先死者，可视而用之，不在此例。又云用鸡子者，皆取先破者用之，完者无力。凡古今病名率多不同，缓急寻检，常治遗嘱，若不判别，何以示众？且如是人乎阴毒伤寒最为具病，常生积其由，然口称阴毒之名，亦指少阴之症。病时阴疫之后，命一疾而设三病，以此为治，其不远而殊不知阴毒少阴。阴疫自是三后，未治全别，古有方证，其说甚明，今而混淆，害人最急。又如长风藏毒咳逆慢经，辨机方论，无此名称，身穷其状，长风乃长治下血。藏毒乃利之蛊毒，咳逆者远逆之名，慢经者阴之病，若不知蛊之经，何以为人司命？加以蛊之经方言多雅奥，以利为治下，以绝为矫气，以灵为龙，以石为密，以天行为伤寒，以白虎为力竭，以革气为高荒，以喘嗽为咳逆，以强直为静，以不语为，以缓纵为肺，以震松为悸，以痰为饮，以黄为淡，诸如此类，可不讨论。而况病有数后相类，二病同名有者哉？宜其是伤寒中风热病瘟疫，通曰伤寒，肤胀，骨胀，长痰，食甲，绿为水气。疗中风专用呼痰药，指代下或以为劳疾。服凉不便乎风根，中风不分乎时疾，此经天下医者之公患也，是以别白而言之。凡方后就有禁忌法，或有或无，或详或略，全无类例。今则集诸药反恶未济及诸杂剂为一篇，凡服耳者于第一卷简之。凡下丸散不去酒水饮者，本方如此，而别说用酒水饮，则是可通用三物服也。凡诸方论，咸出前古诸家及唐代名医家简为用而各有效，今则遍寻诸家，有增损不同者，各显著于方下，数后人用之左。又逢其源也。凡诸卷有一篇治数病者，今则各以类次，人于卷首目下注云某病复焉。凡诸方与篇题各不相符者，促疾之计难于寻检，今则改其全次，数己力然亦小。
凡诸方有一方数偏重出，主治不舒者，则去之；各有治疗者，则云方见某卷某偏。凡诸偏类利之体，则论居首，脉次之，大方在前，单方次之，针灸法处莫焉。缓急减之，繁而不杂也。妇人卷中有虚损一篇，补益一篇，是色相类，详而察之，亦自有条。诸丸大方皆在补益诸汤与兼尽属虚损，又头面篇中被载风眩之治。小肠腑卷重出风眩一门求之类力，不当复出，盖前篇杂书诸家之法，广记而被言之。后篇特记徐四伯十方，欲后人之所事从耳。凡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治，所以别立方也。若是四时节其胃病，虚实冷热为患者，故与丈夫痛也。其杂病与丈夫同者，散在诸卷。凡小儿之病与大人不殊，为用药有多少味异。其经客五解卢不行等八九篇合为一卷，自余下利等方并散在诸篇中，可批而得也。凡针灸孔穴几句明堂篇中，其竹篇诸穴多有不与明堂同者，即明堂中所无者，亦广记当时所传的效者耳，故不必尽同旧经也。凡诸卷中用字文多假借，如干字作干，使字作使，瑞字作对，其类非一。今则个人旧文，更不普加改定，亦从古之意也。凡诸方论，今各简见所从来及所留孤，比喻各家题别，切未非一家之集。今但按文效定，其诸书之名则隐而不出，已成一家之美焉。备集千金药方序。夫清浊剖判，上下优分，三才照机，五行替落，万物淳朴，无德而称，遂人事出。官斗即以定方名，使有火化，伏羲事作。因之而化八卦，力刨除，滋味寄予。科寨蒙起，大圣神农氏敏离元之多疾，遂常百药以救疗之，犹未尽善，皇帝受命。创制九针，与方士齐伯雷公之伦，备论经脉，旁通问难，详就义理，以为经论。故后世可得医而畅焉。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则所引，穷忧动为，用药不过二三，久住不逾七八。而及无不悦者，晋宋以来，虽复名医兼出，然至时不能悦五六，良由今人嗜欲太甚，立心不长，盈放纵逸，有却摄摄养所致耳。于免循圣人摄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莫俗小人，多行诡诈，以圣教而为期待。遂令朝野士庶贤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册，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却而弗论，欲可怪也。皆乎身乖圣贤之本意，吾又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庆尽家产，所以清经之岁，高尚资典，白首之年，未尝试卷。至于切脉诊后采药和合服耳节度将席必胜，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服应取央。至于弱冠，颇觉有误，是以清廉中外有疾恶者，多所记忆，在身之患。断绝医门固之方药本草，不可不学。吾见诸方不治好薄，呼吁苍促求简治难，彼的方器急急不就矣。呜呼，痛腰往之忧恶，习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山材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集千金药方一部，凡三十卷。虽不能就近病源，但使留意于思者，一思过半矣，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
故以为名也，未可传于士族，数以遗绝私门。张仲景曰：当今居士之事，曾不留神医药，今就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身，而但尽逐荣事，气肿全豪，孜孜汲汲，为名利事务重，视其末而呼气其本，欲华其表而萃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复，竟不能爱人之物，退不能爱公之己，猝然欲邪风之气，因非常之疾，患疾或治而后振立，身居恶的，蒙蒙昧昧，杠若游魂，降至屈节，亲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拜，积百年之寿命，将至贵之重器，委付庸医，自其所措，多皆因明，绝身己弊，神明消灭，便为异物，忧赞重权，徒为替气，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自欲若是，夫何容世之气哉？此之谓也。备及千金药方目录。朝奉郎守大肠少卿冲密阁校李判登文检院上护军赐妃于代臣林毅等校正。卷第一序例。大一席页第一。大一京城第二。治病略历第三。郑侯子嗣。处方第五。用药第六。和合第七。服耳第八。药藏第九。卷第二妇人方上。求子第一转女为男妇。妊娠恶阻第二变男女变将产妇。养胎第三禁忌滑胎妇。妊娠诸病第四此篇有十章胎动急速堕胎心腹腰病及胀满漏包伤寒。子凡疟病下血下痢小便病水肿。产男第五孕闷妇。子死腹中第六得病需去胎妇。逆生第七。包衣不出第八。下乳第九。卷第三妇人方中。虚损第一盗汗妇。虚烦第二。中风第三心虚经济妇。心腹痛第四。恶漏第五血甲妇。下痢第六。林可第七。杂志第八。卷第四妇人方下。补益第一。月水不通第二真假妇。赤白带下崩中漏下第三。月水不调第四。卷第五上少小阴如上。序例第一则如母妇。出生出妇第二是儿口一儿至身不作生果脐甘草汤断其诸蜜。哺乳育儿法谨方儿口至身死相而受夭。经第三中风妇。克五第四其病液体经提妇。伤寒第五寒热温疟妇。卷第五下少小阴如下。咳嗽第六。
匹结帐满第七，或乱妇。庸居裸第八，杂病第九，卷第六上，七窍病上，目病第一，鼻病第二，口病第三，相附，舌病第四，唇病第五，甲肩腹，卷第六下，七窍病下，齿病第六，喉病第七，咽腹，耳病第八，面病第九，卷第七，风毒脚气，论风毒状第一，汤液第二，裹脚方腹，诸散第三，九里子四，高第五，卷第八，诸风，论杂风状第一，必进腹，诸风第二，风热风寒腹，贼风第三，力竭腹，偏逢第四，痿退缓弱挛急腰脚痛腹，风肺第五，风翳第六，口径口歪失音失绝腹，脚弓反张第七，风闭第八，卷第九，伤寒方上，伤寒力第一，辟温第二，治胀物气腹，伤寒高第三，发汗散第四，发汗汤第五，发汗丸第六，宜土第七，宜下第八，发汗土下后第九，卷第十，伤寒方下，伤寒杂质第一，热毒搬出，呕月豌豆疮，攻手足鼻，毒肿喉痹，口苦虚肿，口干汗不止，下利到汗腹，劳腹第二，实际理法腹，阴阳易，百合第三，伤寒不发汗变成胡惑第四，伤寒发黄第五，温疟第六，西毒症第七，卷第十一，肝脏，肝脏脉论第一，肝虚实第二，肝脏俱虚实腹，肝劳第三，筋急第四，筋虚实腹，坚贞积聚第五，卷第十二，胆腑，胆腑脉论第一，胆虚实第二，虚烦不得眠腹，雁门论第三，髓虚实第四，风虚杂补九间第五，实质方腹，吐血第六，万病完散第七，卷第十三，心藏，心藏脉论第一，心虚实第二，心小肠俱虚实腹，心劳第三，脉急第四，脉虚实第五，
心腹痛第六，胸痹第七，头面风第八，头眩、面风、发白、身发、白赤秃。卷第十四，小肠腑。小肠腑脉论第一，小肠虚实第二，舌论第三，风眩第四，疯癫第五，狂邪针灸清绝腹，心风经济第六，好望第七。卷第十五，上脾脏上，脾脏脉论第一，脾虚实第二，脾胃俱虚实消食腹，疲劳第三，肉疾论第四，肉虚实子午。卷第十五，下脾藏下，秘塞第六，大便失禁，大小便不通腹，热力第七，冷力第八，干湿力第九，月食疮腹，小儿力第十。卷第十六，胃腑。胃腑脉论第一，胃虚实第二，喉咙论第三，反胃第四，作咽腹，呕吐哕逆第五，恶心腹，噎寒第六，便腹，胀满第七，固冷积热第八，寒疝骨蒸腹。卷第十七，肺脏。肺脏脉论第一，肺虚实第二，肺与大肠俱虚俱实腹，肺痨第三，气急第四，气虚实腹，积气第五，七气五脏奔豚腹，肺痿第六，肺瘫第七，肺湿鬼注第八。卷第十八，大肠腑。大肠腑脉论第一，大肠虚实第二，肛门论第三，脾虚实第四，害嗽第五，痰饮第六，九重第七，湿腹。卷第十九，肾藏。肾藏脉论第一，肾虚实第二，肾与膀胱俱虚实腹，肾劳第三，筋急第四，筋虚实腹，骨急第五，骨虚实第六，腰痛第七，补腰第八。卷第二十，膀胱腑。膀胱腑脉论第一，膀胱虚实第二，包囊论第三，
三焦脉论第四，三焦虚实第五，霍乱第六，杂补第七，卷第二十一，消渴、尿血、淋闭、水肿。消渴第一，消中，不渴而利，强中，可利，可兼他病赋。淋闭第二，遗尿、失禁、尿床赋。尿血第三，水肿第四。卷第二十二，丁种痈疽。丁种第一，痈疽第二，毒种，食痈附。发背第三，单毒第四，小儿单附。引诊第五，标疽第六，恶肉、赤脉、恶核、病例、腹骨症、贼风、风热毒、红烛疮、肥疮、风疽、浸淫疮、石疽、瘤疮、疴疮、疮因风致肿、骨疽、恶漏疮、反花疮、烛带指失角、指疽、逆颅、割甲青肉附。卷第二十三，致漏。酒漏第一，裸附。肠痈第二，肚乳、乳痈附。五治第三，戒选第四，益赤壁、白癜、游目附。二级第五，卷第二十四，解毒谨杂志。解食毒第一，解百药毒第二，解五十毒第三，蛊毒第四，狐臭漏液第五，脱肛第六，引流第七，病第八，阴疮、肚经疮附。卷第二十五，背急。猝死第一，眼逆、中恶动、自缢、醉酒附、噎。蛇毒第二，虎、蝎、蜂、蛆、射弓、杀尸、治水毒、猫鬼、马咬、治狗毒附。被打第三，从高堕下，恶刺、逐水刺、者七附。火疮第四，九、金疮、毒石附。卷第二十六，实质。序论第一，果实第二，菜蔬第三，谷米第四，鸟兽第五，虫鱼附。卷第二十七，养性。养性序第一，道林养性第二，居处法第三，按摩法第四，吊气法第五，服食法第六，黄帝杂记第七，房中补益第八。卷第二十八，平脉。平脉大法第一，诊五脏脉轻重第二，指下形状第三，五脏脉所属第四。
分别并行状第五。三观主对法第六。五脏基具第七。阴阳表里虚实第八。何时得病第九。扁鹊华佗茶生色要诀第十。五脏六腑气绝症候第十一。四时相反脉第十二。诊脉动指头数数死其年月第十三。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十四。诊百病死生诀第十五。三不虚实诀死生第十六。卷第二十九。明堂三人。三阴三阳流注第二上下。针灸禁忌第三。五脏六腑棒通第四。用针略历第五。九历第六。太医针灸仪记第七。卷第三十，针灸下孔穴主对法。头面第一，项目、鼻、耳、口、舌、齿、咽喉、腹。心腹第二，胸消渴、胀满、水肿、大小便不能食、泄力、呕吐、吐血、奔针腹、咳逆上气。四肢第三，手、腰、脊、臂、肘、脚、肩、背、膝、腹。封闭第四，癫、中恶、失觉、失住腹。热病第五，黄疽、疟腹、霍乱。引流第六，痔漏、阴病腹、闪。杂病子七。妇人第八，小儿腹。备急千金药方目录。备急千金药方卷第一序例。大医习业第一。凡欲为大医，必须安素问、甲乙黄帝真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和、南范东阳、张苗、秦少等诸部经方。又需妙解阴阳路命诸家乡法及卓龟五照周易六人并须经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耳者如无目夜游动至颠云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需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是则不能默而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认真体运则吉凶居忌处途而生。至于五行修亡七曜天文并须探责。若能聚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挚爱尽善尽美矣。大医精诚第二。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经，由来上矣。经病有内痛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容胃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观齿，有浮沉经颈之乱，于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意，唯用心经为者，始可与言于兹矣。经以至精致为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待哉若盈而溢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极而忘其身无见其死矣故医方不适
亦能知南京者也，既非神兽，何以得其幽为？是有余者独方三年，便为天下无病可治，即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习者必须博。即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己了，身自悟哉。凡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舍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常有言痴，愿亲善友，华夷于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机之心，如此可谓苍生大医。反此则是舍灵俱贼，自古明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为疾，虽曰见处贵人，至于爱命人处亦也，损彼一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有此也，其重水至之属，颇有先死者，则颇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药急之处，不得己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思谓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疮一下利，臭秽不可沾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地界之心，是无知至也。夫大医之体，欲得成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矫不媚，审痛诊疾，治愈身心，详察行后，先毫误失，触判真药，无的参差曰病宜速救，药须临事不惑，唯当审地谈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妖舍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起罗满目，勿左又顾盼，丝竹凑耳，无的似有所余，侦诧迭见，实如无味，懦露奸臣，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愚，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思虚。而医者安然全于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智人之所不畏，斯盖医之本意也。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吊笑，谈血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兹毁诸医，自惊己得。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为天下无双。此一人之高荒也。老君日，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循此二途，阴阳报失，岂乌也哉？所以一人不得是己所长，会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明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量非中术之道，至存救济，故亦屈遂论之。学者不可耻言之彼理也。治病略例第三。夫天不五行以直万类，人秉五常以为五脏、经络、府、疏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及。亦曰非天下之至则，其熟能与于此观经之一，不念思求经旨，亦掩其所知，各成佳计，始终寻就诊病问疾，勿在口给相对，思须辨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夫阳参步不参，动数发习不满五十，短期未知绝诊。酒后曾无仿佛，明堂却停，竟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己，夫欲视死别身，故亦难矣。此皆医之身界，病者可不仅以察之而自防虑也。古来医人，皆相极害。扁鹊为秦太医令李坦所害，及其事也，一一处方，不得使别医和合，托或私家毒药，令人增疾，见以致困。如此者非医，
特须慎之，宁可不服其要以任天真，不得使于一相及，贼人性命，甚可哀伤。夫百病之本，有中风伤寒，寒热温疟，中恶霍乱，大腹水肿，肠辟下痢，大小便不通，奔豚上气，咳逆呕吐，黄疸消渴，流饮匹食，兼肌真假，惊邪颠鬼柱，喉痹齿痛，耳聋目盲，惊疮窝折，臃肿恶疮，致流饮。男子五劳七伤，须乏雷瘦，女子带下崩中，血痹阴实，虫蛇蛊毒所伤。此皆大略宗兆，其间变动之夜，各依端序以取之，又有冷热、劳损、伤饱、防劳、惊悸、恐惧、忧患触涕，又有产乳落胎、堕下淤血，又有贪耳午食，以求房中之乐。此皆病之根源，为患生诸之业也，不可不知其本末。但男子者重阳所归，常居于燥，阳气游动，强力失泄，变成劳损损伤之病，以重矣。若比之女人，则十倍易治，凡女子十四己上，则有月事，月事来日的风冷湿热，四时之病，相携者皆自说之，不耳与志相触动，更增困也。处方者亦应问之，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江南岭表，其地属湿，其人肌肤薄脆，凑理开书，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凑理闭塞，用药重复，是有少胜之人，不必风湿触犯禁忌，暴结精液，虽得真疾，皆不可轻以利药下之。一利大众，结其精液，困滞者床，动经年月也。凡常宿病宜服利汤，不须禁忌。后利之足则止，病原未除者，于后更合耳，稍有气力，堪禁忌则不论也。病原须服利汤取除者，服利汤后宜将丸散时食助之。凡病服利汤的差者，此后肾不中服补汤也。若得补汤，病势还复成也，更重泻之，则其人重受弊也。若出差气力未甚平复者，但消息之，须服药者，当以平药合之。夫常患之人，不妨行走，气力未衰，欲将不易，冷热随宜丸散者，可先服利汤，泄除胸腹中壅积痰时，然后可服补药也。夫急需劳因服补汤者，不过三剂即止。若治风病因服治风汤者，皆非三五剂可知也，自有治风动虚，即服十数剂，乃至百余日可差也。故曰实则泄之，虚则补之。夫二仪之内，阴阳之中，为人最贵。仁者秉受天地中和之气，法律礼乐，莫不由人。人始生，先成其精，精成而脑髓生，头圆法天，足方向的，眼目因日月，五脏法五心，六腑法六律，以心为终极。大肠长一丈二尺，以阴十二时，小肠长二丈四尺，以阴二十四气，身有三百六十五络，以阴一岁，人有九窍，以阴九州。天有寒暑，人有虚实；天有行德，人有爱憎；天有阴阳，人有男女；月有大小，人有长短。所以服食五谷，不能将节，冷热咸苦更相正处，共为攻疾，变成疾病。凡医诊后，故事不易，又问而知之，别病深浅，名曰巧医。仲景曰：凡欲合汤合药针灸之法，宜因经思，必通十二经脉，知三百六十孔穴，容胃气行，知病所在，宜治之法，不可不通。舌者上衣相色，色脉与行不得相失，黑沉赤者死，赤沉青者生，中医听声。身合五阴，火闻水声，烦闷肝经，目闻金声，孔胃相形，脾者土也，身育万物。回注四棒，善者不见，死则归之，太过则四肢不举，
不及则九窍不通，六事必寒。犹如醉人，四季运转，中而复始，下医诊脉，知病缘由，流转移动，四时逆顺，相害相生，审之脏腑之为，此乃为妙也。枕喉第四。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后其病机。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几成，可得半月；病势几过，命将难全。夫枕后之法，常以平淡，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渗，络脉调均，气血未乱，精取其脉，知其逆顺，非其时不用也。深察三步，久后而明即知。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又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又曰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疾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是混淆，疾病者难以救矣。何谓三步？寸关尺也，上不为天肺也，中不为人脾也，下不为地肾也。何谓久后？不各有三，何为久后？上不天，两额动脉，主头角之气也；上不的，两颊动脉，主口齿之气也；上不人，耳前动脉，主耳目之气也；中不天，手太阴、肺之气也；下不的，手阳明、胸中之气也；中不人，手少阴、心之气也；下不天，足厥阴、肝之气也；下不得，足少阴肾之气也；下不仁，足太阴脾之气也。何为久后？夫行肾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死；行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行气相得者生，参五不调者病；三不久后皆相失者死。于医不以三不久后及四时之精，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至灭亡。哀哉真名，亡死者半，可谓是无良医。为其解释经说的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然于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藏中五行共相克切，如火炽燃，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气合得，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虚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治道阴阳，破散戮邪气，润泽枯朽，悦人皮肤，益人气血。水能净万物，故用汤也。若四肢病人，风冷发动，次当用散，散能逐邪。风气湿痹，表里已走，居无长处者，散当平之。次当用丸，丸药者能逐风冷，破积聚，消诸坚脾，进饮食，调和容胃。能参合而行之者，可谓上功，故曰医者义也。又曰不虚汗而强汗之者，出其精矣。枯竭而死，虚汗而不余汗之者，使诸毛孔闭塞，令人闷绝而死。又不虚下而强下之者，令人开肠动泄不精而死；虚下而不与下之者，使人心内傲胀满烦乱浮肿而死；又不虚而强与久者，令人火邪入腹，肝挫五脏，重加其烦而死；不虚久而不与久之者，令人冷结重凝，久而弥固，气上冲心，无得消散，病笃而死。皇帝问曰：淫邪叛眼奈何？岐伯对曰：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
即盈于脏不得定处，与容未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习梦也。凡气盈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盈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问曰：有余不足有行乎？对曰：阴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盛则梦倒大火而烦浊。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扬，下盛则梦堕坠，盛饱则梦语。朝元梦行云：盛饥则梦取，朝元梦卧云：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心气盛则梦喜笑及恐畏，脾气盛则梦割勒体重，手足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而不属。凡此十二盛者，治而泄之利己，绝气克于心，则梦见秋山烟火，克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气其物，克于肝；则梦见山林树木，克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克于肾；则梦见林渊梅居水中，克于膀胱；则梦见游行，克于胃；则梦见饮食，克于大肠；则梦见田野，克于小肠；则梦见聚义皆渠，克于胆；则梦见送自哭，克于阴气；则梦交接内，克于相；则梦见斩首，克于胯；则梦见行走而不能前进，即持取井蛙中居，克于骨；则梦见礼节败贵，克于包；则梦见搜逆便利。凡此十五不足者，治而补之利己，善整后者亦可深思此意，乃尽善尽美矣。史记曰：病有六不治，骄自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餐不治也，阴阳脏气不定；四不治也，行雷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身后尚存，形色未改，病未入腠理，针药及时，能羌节调理，委以良医，病无不悦。处方第五：夫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土下药，鬼蛀蛊毒以蛊毒药，臃肿疮瘤以疮瘤药，风湿以风湿药，风劳气冷各随其所宜。雷公云：药有三品，病有三阶，药有甘苦轻重不同，病有辛酒寒温异异，重热逆滑，咸作药食饮食等，于风病未治于病非对，清冷色甘苦药草饮食等，于热病未治于病非对，清热辛苦淡药饮食等，于冷病未治于病非对。其大网略显其源流，自于状可知临事治宜，当是思药。药对曰：夫重病积聚，皆起于虚，虚生百病，积者五藏之所积，聚者六腑之所聚，如斯等疾，多从旧方，不假增损，虚而劳者，其弊万端，宜因随病增减。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审其体性所主，取其时节早晚。早则药事未成，晚则甚事几些。今之为医不自采药，且不委结其早晚，只供采取，用以喂药，又不知冷热消息，分量多少，徒有疗病之心，永无避疟之效。此时服或疗复审其冷热，即其增损之主耳。虚劳而苦头痛腹热，加枸杞、苇蕤；虚而欲吐，加人参；虚而不安，亦加人参；虚而多梦纷纭，加龙骨；虚而多热，加地黄、牡蛎、地夫子、甘草；虚而冷，加当归、穹穹钱、姜；虚而损，加钟乳及刺肉、葱蓉；八几天，虚而大热，加黄芩、天门冬；虚而多忘，加茯神远志；虚而经悸不安，加龙齿、紫石英、沙参、小草。冷则用紫石英、小草；若克热，即用沙参、龙齿。不冷不热，无用之。虚而口前，加麦门冬、知母；虚而息息，加胡麻、覆盆子、薄子仁；虚而多气兼为咳，
加五味子，大枣，虚而身强，腰中不利，加磁石度重，虚而多冷，加桂心，无茱萸。附子，乌头，虚而小便赤，加黄芩，虚而克热，加的骨皮，白水黄芪，虚而冷。用陇西黄芪，虚而痰，复有气，加生姜，半夏，枳实，虚而小肠利。加桑飘烧龙骨鸡翅，虚而小肠不利，加茯苓，泽泻，虚而腻白，加厚朴。诸药无有一一例而用之，但具体性冷热的相主对，疗续增损之以余。入处方者宜准此。用药第六。上药120种味菌，主养命以阴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120种味陈，主养性以阴人，有毒无毒，斟酌其宜。欲可并补虚雷者，本中经。下药125种味佐使，主治病以阴的，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越疾者，本下经。三品合365种，法365度，每一度应一日以已成一岁，备其数合730名也。凡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者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又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石，草食骨肉，有单行者，有相虚者，有相食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之时，用意视之。当用相虚相食者凉，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一致，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又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即有毒无毒，阴肝暴肝，采燥十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成心，并各有法，其相食相味七情列之如左，处方之日宜善就之。玉石上部，玉泉，味款冬花，玉蟹，恶鹿角，丹砂，恶磁石味咸水。岑青，味兔丝子，石胆，水阴味屎，味母桂，菌桂，圆花，辛夷，白薇。云母，则蟹为屎味驼甲，流水，恶徐长青。钟乳，蛇床子，兔丝子味屎，恶牡丹，玄石，母蒙，味子石英，香草。蒲萧，味麦聚姜。萧石，水味屎，恶苦餐，苦菜，味女玉。芒萧，实为味屎，恶麦聚姜。矾石，甘草味屎，恶牡蛎。华石，实为味屎，恶岑青。子石英，常食味屎，味扁青附子，不欲驼甲，黄连，麦聚姜。白石英，恶马木毒弓。赤石之，恶大黄，味圆花。黄石之，岑青为屎，恶细心，味飞莲，扁青附子。白石之，凉分味屎，恶松之，味黄芩。太益于凉，杜仲味屎，味铁络，菖蒲，贝母。玉石中部，水银，味磁石。阴液，恶防己，味竹。孔公液，木兰味屎，恶细心。阳起时，桑飘烧味屎，
二则蟹、菌桂、雷丸、蛇蜕皮、未免丝子。凝水时，味的鱼解巴豆毒。石膏、鸡子味屎、恶蟒草毒功。磁石、柴胡味屎、味黄石汁、恶牡丹、蟒草。玄石、恶松枝、子、人菌桂。李石、滑石味屎、味麻黄。玉石下部。青狼肝的水银凉，味鸡骨，杀习毒。玉石的火凉，即真味屎，恶虎掌，毒功，勿使，细心，味水。特生玉石的火凉，味水。方解石，恶巴豆。带者，味天雄。大盐，漏炉味屎。草药上部。六枝属玉味屎，得法凉，恶衡山，味扁青，阴沉。天门冬、元一、地黄味屎，味曾清。麦门冬、地黄、车前味屎，恶款冬，苦户，味苦餐，清香。竹、防风、地鱼味屎。女尾尾蕊味卤咸。前地黄的麦门冬，清酒凉，恶贝母，味无疑。菖蒲、秦椒、秦皮味屎，恶的胆，麻黄。远志的茯苓、冬葵子、龙骨凉，杀天雄，附子毒，味珍珠、折莲、藜芦、蓟蛤。泽蟹味海蛤、文蛤。属玉子之味屎，恶干碎。菊花、竹枸杞根、桑根白皮味屎。甘草、竹前漆、苦参味屎，恶远志、反干碎。大戟、圆花、海藻。人参、茯苓味屎，恶七苓反、藜芦。石斛、鹿阴味屎，恶以水石、巴豆、味白僵蚕、雷丸。牛膝、恶萤火、龟甲、鹿阴、味车前。细心、曾青、早更味屎，恶狼毒、山茱萸、黄芪、味滑石、消食、反藜芦。独活、食为屎。子胡、半夏味屎，恶皂荚、味女玉、藜芦。眼子、金子、亦以人味屎，恶细心、干姜。西子的金子，细心凉，恶干姜，苦餐。龙胆、冠状为屎，恶防葵、地黄。兔丝子的酒凉，属玉、松枝味屎，恶环菌。八戟天、覆盆子味屎，恶潮生雷丸，单餐。吉藜子、乌头味屎。防风、恶干姜、藜芦、白脸、圆花，杀附子毒。落石、杜仲、牡丹味屎，恶铁落，味菖蒲、贝母。黄连、黄陵、龙骨、李石味屎，恶菊花、圆花、玄参、白鲜皮、味冬、肾乌头。解巴豆毒。沙参、恶防己、反藜芦。单餐、味咸水、反藜芦。天明经、元一味屎。使明子、失食为屎，恶大子。穷穷、白芷味屎。
续断帝皇卫使恶雷丸。黄旗恶龟甲。杜若的心仪系心凉恶柴胡前胡。蛇床子恶牡丹巴豆贝母。欠根为属孤。飞廉的倒头梁恶麻黄。危险的秦皮梁。五味子葱蓉味使恶尾蕊胜乌头。草药中部。当归恶如味木蒲海藻母蒙。秦椒木蒲味使。黄芩山茱萸龙骨味使恶磁石味丹砂牡丹藜芦。芍药雷丸味使恶石斛芒硝味硝石甲小蓟反藜芦。干姜秦椒味使恶黄连黄芩天鼠粪沙半夏梁蓉毒。苯恶如麻黄厚朴味使恶心仪实为。葛根沙野葛巴豆百药毒。前胡半夏味使恶皂角味藜芦。贝母厚朴白薇味使恶桃花味秦椒玉石莽草反乌头。瓜蒌枸杞味使恶干姜味牛膝前妻反乌头。玄参恶黄芪干姜大枣山茱萸反藜芦。苦参玄参为使恶贝母漏芦菟丝子有藜芦。石龙蕊大戟味使胃蛇蜕皮无茱萸。石为滑石杏仁味使得菖蒲凉。枸杞辟泻味使恶败将。辟泻亦以味使胃葵根大黄柴胡牡蛎前胡。曲麦草牡丹味使桑飘烧。白芷当归味使恶炫复花。紫玉款冬味使恶天雄渠麦雷丸远志味阴沉。白鲜皮恶桑飘烧桔梗茯苓辟泻。白薇恶黄芪大黄大戟干姜前妻大枣山茱萸。紫参味辛夷。鲜灵皮属玉味使。款冬花杏仁味使得紫苑凉恶皂荚硝石玄参味贝母辛夷麻黄黄芩黄连黄芪清香。牡丹味菟丝子。防己阴液味使恶细心味辟泻杀雄黄毒。女玉味鲁咸。泽兰防己味使的鱼的法凉恶脉门冬。海藻反甘草。草药下部大黄黄芩味使。桔梗桔皮味使味白及龙胆龙眼。甘遂瓜地味使恶远志反甘草。
庭立于脾胃室，得九凉，二僵残，十龙蕊。原花决明胃室，反甘草。泽七小豆胃室，二属玉。大忌反甘草。勾稳半夏胃室，二黄芩。藜芦黄连胃室，反细辛、芍药、午餐、二大黄。乌头乌喙莽草胃室，反半夏、瓜蒌、贝母、白脸、白及、二藜芦。天雄远志胃室，二附弼。附子的胆胃室，二蜈蚣、味防风、甘草、黄芪、人参、乌韭、大豆。贯众环菌胃室，半夏射甘胃室，二皂荚、味雄黄、生姜、干姜、芹皮、龟甲、反乌头。虎掌属七胃室，味莽草。属七瓜蒌胃室，二贯众。衡山味玉札。狼牙无疑胃室，二秦椒、地榆。白脸带者胃室，反乌头。白及子时因胃室，二李时、李和仁、杏仁。环菌的酒凉，味鸡子。如甘草胃室，二麦门冬。茎草味属腹。夏枯草土瓜味室。狼毒大豆味室，二麦巨姜。鬼臼味元一。木药上部。茯苓茯神马碱味室，二白脸味母蒙、地榆、雄黄、秦椒、龟甲。薄子仁、牡蛎、桂心、瓜子味室，味菊花、羊蹄、猪食面区。杜仲二蛇退玄参。前七半夏味室，味鸡子。蔓荆子二乌头，石膏。母荆石防风为室，二石膏。五加皮远志胃室，胃蛇退玄参。黄柏二前七。辛夷穷穷胃室，二五十支胃菖蒲、蒲黄、黄连、石膏、黄环。酸枣仁二防己。槐子天雄景天胃室。木药中部。厚朴干姜胃室，二泽泻寒水石、消石。山茱萸了石为室，二桔梗防风防己。吴茱萸了石为室，二丹参消石、白萼、味子石英。芹皮大戟为室，二吴茱萸。战丝解狼毒毒。栀子解毒。秦椒二瓜蒌防葵味雌黄。桑根白皮续断桂心麻子味室。木药下部。黄环鸢尾味室，二茯苓防己。石楠五加皮味室。
巴豆、圆花卫士、恶草、味大黄、黄连、藜芦、沙斑猫毒。蜀椒、杏仁卫士、味款冬。鸾华、使名卫士。雷丸、砾石、厚朴卫士、恶葛根。漏芦卫士。皂荚、薄子卫士、恶麦门冬、味空青、人参、苦参。受上部。龙骨的人参、牛黄梁、味石膏。龙角、味前妻、蜀椒、李石。牛黄、人参为使。恶龙骨、地黄、龙胆、飞、味牛膝。白椒的火梁、味大黄。阿胶的火